我先生成任务，生成任务我就那个。既然晚上了，我就来开那个安静的，就是那个寂静的，就是需要那个安静的任务好了。可是我们又没办法装消音器。这就是开打响第一枪之后就是那个了，就是重头戏了。哦，这个金火库真的变得超方便了。对。五盒。防飞星可以换了。大家没说话了。嗯，有啊，可以讲话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因为我想说我是宕机而已。没有。所以说现在整个装备都是客制化的，完全，大部分都客制化了。那很帅、欸。哎、欸，小陈，啊？你看我背包。我看，哪里？我在后面。后面。好顺哦。不会很顺的。我还算顺的。你顺啊，跑在三十秒。你看我跑多少？我开跑卷。什么职位就拿什么武器啊！不要给我步枪兵就拿 MK14。哦，这个头盔有点像海豹。OPS。这个头盔超帅。什么小帽？什么职位拿什么武器啊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为什么我有小帽？嘿，我有。那每个身上都有，那建议不要戴，不然你就爆头。很小，然后留着，头盔不见了。OK， 我一定要比更慢，慢慢的。小车，你看我的背包。等一下啊、哦。弹药从哪里拿？嗯，我去，对啊，这是什么工业细节？辛苦你。奇怪，我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？为什么我身上那么重？背后到底什么东西？太重了，38公斤。
哦。我刚刚空空裸体在原地踏步，我也是，我看到你是这样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啊。哦，空空瞬间变歪了。哎呦，瞬间好了，看来是这样。哇，全身超窄。你说我刚刚怎样？我看到空空我刚看到原地空空在原地踏步。好别，对，我刚刚看到他原地，而且他是裸体的，没有裸体，没有穿衣服。脏脏。要无线电吗？要。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对这军火库系统有什么意见吗？还是？超方便，这个蛮不错的。记得确认每个夜视镜都带到啊，都好带了夜视镜啊。不用说每一个箱子还要翻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那意思你还没有参加过上次，昨天是不是上一次那场？这样，开箱子东西都忘数起掉，然后抽那个，然后就是那个弹夹，光是那个。Scar 弹夹就84000颗，只是 Scar 弹夹而已哦，一种弹药的弹夹，光是只是一种而已哦。84000是怎么拿？然后每拿一个就那个一次，然后还会跳屏，一天上会跳屏，尤其有回应。太屌了！看到大家一直在跳频道，跳到 Channel Switch， 然后说 User Left the Channel， 然后反正大家一直跳频道，大家在想什么？哪有？空在哪边？没有，我看空站这里啊。因为他刚刚漂移了一下，还有回应位。那个，我们走一支小队而已，所以现在走一支小队而已，所以看空又在原地跑步了。队长是谁？我啦。你打算要当面器啊？没有面器啊。我机枪也没有面器啊。大家都没有面器啊。灭光器。我也没有面器啊。你不要吵飞行员。那个，我们45是我们的小队频道。那入群你嘞？41啊，长城。我就41，就固定伙伴，就一直问。不。OK， 再发一次，大家都是这样。C1设定45 ，C2设定41嘿。C1 45是小队全频道。不是，45是那个 C1 45是对，45是小队频道，大家一起用的小队频道。然后那个。然后那个C2 41，这就是那个长城频道，每个人都要用，免得临时联络不到。C2 41吧。哇！对。有收到吗？啊，你们等一下，听到那个小白在那边问要怎么讲，你们不要教他，不要教他，我是指不要教他，因为他自己平日不会去找空空。不会啊，我会一直等一下，我如果上直升机的时候，我说上去一个上去，麻烦可以直接开走。这我们要跳伞吗？肉曲，这样我们要带伞包吗？还是我们用 NCC 的那个方式跳伞？要不要跳伞啊？所以你要开直升机再接我们去就对了。嗯，卡车呢？我卡车在过。还有预知哦，有电视哎，真的一排，天天上去啊。那个，不能用啊。哦，骚逼！你们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。我自己吵了，我不知道他们。
那NCC我收坏了。啊 ，OK， 可以可以，我忘记收了，忘记关掉。但我不是关女，我不能强制登。等一下我登出。OK， 没有问题啊。等一下，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忘记拿烟雾弹。那我先去直升机。我们身上没有 IR 辨识灯，我跟你讲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打算要去给你们 CS。No fuck you！ 你要用 IR 辨识灯啊？没有 IR 辨识灯，只有枪上的而已。我们自己小心一点了，自己注意一下。我来那个找我集合一下。枪上的有什么？就枪上的那个红外线，就只有枪上。队长说才开，不然就那就不要乱开。我们只有枪上的 IR 灯可以开而已。我们只有枪上的那个 IR 可以弹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个，就是 L 按 L， 就是按 L 出一条线那个红外线，红外线那个，基本上我们只有那个可以用了啊。然后那个我们没有 IR 辨识器，所以等一下带夜视镜的时候自己小心，自己注意一下，不要误击。哎呀，那个不要拍我。任务是去那里干掉一个 VIP， 然后拿到文件，那个。那个位置都已经标得很清楚，都已经确认在标记点那边，确认在那个位置，所以可以放心的直接攻那个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快速干掉 VIP， 快速去那边走。这样，他们有武器，他们有武器。这里是 DM 部队手动，代号赶紧接手马马哥。了解，那你们好了之后再告诉。凡客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应该会增加游戏的趣味度。说，就一样任务会讲出来，可是你有标记地点在哪里？也可以啊，他其实是可以这样，到处可以，他是可以这样设定的。他可以就给我们那个坐标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找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玩，可是耗时间。是没错。有 feel 有 feel。要走了吗？可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们看一下 SP 点，那有 SP 点 ，SP 点是我标记可以用来长城支援的。我不知道，哇，小城，到时候小城跟阿密斯你们一起 ，OK 吗？你们俩一起都可以啊，在 SP 点。嘿，你们俩在 SP 点，不然不行，那你们就自己到时候找个定点，然后在那个找个定点，然后再告诉我你们位置，这样标记一下。好吗？了解。对，直升机哪边？走吧，跟我来吧。这里是法兰克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啊，我找到。好惨，我又飘了。对啊，空中超不稳。哦，这个基地一定。哎，关哥，你在睡？我不到。记住，这是我们要隐蔽的，所以你现在那个在那个被电关，你现在住，你要没有发现之前都不要开枪，都是告诉我们对方。反正中印行程就好了。我看着，我在上。
哎呀，我还没上机，等一下，我还我留块卡呢。干，你们直接把我留块直接冲过去算了啦。别急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。No， 我八个不行，我上不去。跟着有车子对路的。那我们讲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下午是个基本上是零敌的，在本地的发现之前都没有开枪。看到有看到敌人，先告诉我们先把高位置，然后他在哪里，然后目标提前。然后如果被注意，只要有敌人开枪，只要敌人对我们开枪。只要敌人对吧，直接对我开枪，只要敌枪打响，就普通的就没有敌人，就直接开，是了解吗？了解，了解。有听到吗？没在。带不上去，带不上去。带不上去。下期再看。可是我可以开。有一点应该是我要选坐或坐飞机。阿马山的这个晚上做的超棒。要不然怎么样？绿茶。再过。再过。应该是一号。一号不要我这样子。然后，然后他们油表按一下，你就可以先飞。哎，我在车上，在机上。对啊。哎，有啊，我们都是。那底下还会做吗？我现在应该会哦，我要下机了，然后应该也可以直接飞。怎么样？我也是飞。Rush 有说过一句话，现在是阿玛三的时代。如果选六六，看到六六，就往六六过去。对对对，往往前走。很客气的，我第一次跟继续搞。哎，小白跳下去了。还好呗。除了撞壳之外，撞壳我放着的，然后你选择全降的 ，OK 吗 ？OK。可以放吗？OK， 放了。好，放壳 ，OK， 撞壳接下去了。其他这机箱不要动。
的是吊机。然后说他这个叫叫暂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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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上我上去上去。对啊。我要先买我的。他没准备打死他，他没出场的，还没到最前。UKA。怎么又不还问我这个阿姨呢？他等着复活。看到时间，对，现在不用别的。就等下原则是不要走在灯下面，不要走在灯照得到地方，不要走在道路，走那个道路左右侧，不要走在道路被灯照到地方。所以你感觉到？你带那个烟都熊下来，都熊下来，再瞄准你看到啊！我带的是那个内红点，所以你让夜视镜看到啊？可以啊。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只要看距近，我就看不到夜视镜了。你带夜行者，因为那个不支援用夜视镜看，所以你就拆掉了。对啊。Fuck， 那我的攻击范围比较缩小到有。灯的城镇人，你刚不是说你用夜行者？我没有用夜行者啊。那刚刚谁说用夜行者？没有，我不是说如果可以。哦，那真的没办法了。所以我刚，所以我才换成这个内红点的剧啊。那你放弃 SP 点吧，跟我们一起来吧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刚刚要跟你讲的就是，看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走，因为我是精灵射手，又不是狙击枪。OK， 跟我来吧，全部都跟着，全部都一起行动了，注意吧。雷来了耶！黑人，完蛋，这下完全看不到雷耶。这很讽刺呢，任务是我放的，可是我要自己下来带队。空空卡住了。哎，看不到。啊，看我不知道。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视线了，他在最后面。不知道敌军的那个什么东西，看到那车子吗？我看到一批敌军在我们的正南方位。正南方位，你也听。正南方。正南道路上 BMP， 道路上 BMP 哦。有 AT 的吗？哎，对。怎样？正南方向的山上有一群敌军。正南方向的山上，看一下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放心，这敌军他们，敌军好像没有夜视镜，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放胆一点。来，那个谁有 AT？ 我有。谁？我有小亮。是小亮 ，OK， 你打得准吗？我打，我给我距离。OK， 没问题。那个大家，那个小陈，小陈，你带那个，你带其他人，你带那个，除了我跟小亮以外，你带其他人往那个，现在我用枪指一下。
带人往那边的围墙，往那边往那边走，你带人往那边往那边下山坡，然后进到树林那附近，你懂吗？从你现在看我 AR， 你们都关 AR， 你看我 AR， 你们都关 AR， 其他人关 AR， 是那个吗？我现在跟你那个点对照那里。现在对对，现在这里没有，你看到我吗？这里没有，下去，然后下到田这边，然后在房子后面那里找掩护。了解。OK， 你们自己小心点。那个小亮，除了小亮之外，就小亮跟我，那我们其他都尽量就跟着小陈走。就定位后，你们自己先找掩护，然后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啊、哦，注意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，不要我不想被敌人发现。对，反正我要等他就定位才能发现。等他们就定位。他说距离多少？200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测距离。等一下，距离是2525，距离是220，差不多了，220。你如果没有把握这么高，你就前进一点点，这样缩到200这样。可以。来，其他人跟着下去了，跟小陈下去了。我也可以帮忙打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什么单位 ？HDP 好 ，OK， 你也丢着。其他你跟着下去。那是恐怖，有个飘那恐怖。记住，保持隐蔽，不想被敌人发现。了解。没事，都有蹲姿。我到旁边，来测距。那个谁 ，Rock 吗？哎 ，Tank 来 ，Tank 你过来这边，看一下距离是218。我现在指着这个山上也有敌机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到距离218。OK。OK， 那个 Rock， 你差不多要放慢脚步哦。那个我们三个人，那炮我有点。那先不要，他哎、欸、你那个小亮的那个 AT 先开火，如果他没击，他开火了，你发射榴弹就对了。应该是我先开，因为我飞行要时间。榴弹飞了，你开火，小亮的时候跟着开火，你听到砰的时候就跟着开火。OK， 对吧？哎呀，别，你发射，然后落弹，弹落地之后你再开火 ，OK 吗？就是他落地过来，落地就爆炸之后再开火。看有没有打中吧。Okay、嘿，小陈，你就定位了吗？还没。看到他们了，他们在那里。保持隐匿，小心，注意房子，房子可能也会有人。他们没有带夜视镜，所以可以比较大胆一点。了解。坦克，我们是要到那个你们在你们在这附近找掩护，房子里面清空找掩护。哎，房子里面有人，先等。如果有人，就等先等一下。我们中先解决 BMP 比较危险比较大。了解。靠后，刚什么？刚亮一下。他们就定位了。OK， 等一下、哦。哎，是，你们就定位了嘛？对不对？我看到你们了。对，我们都就定位了。OK， 等一下爆炸之后，等一下有爆炸之后，你们就看目标，自由开火，完全自由开火。来了。了解。距离 BMP 的尾部是218。来 ，Tank， 预备喽。OK。三、二、一。Fire！命中！发射！发射！开火！218！命中！漂亮！漂亮！击毁！漂亮哦！啊？那绿色完了就还看你没有自动关联呢。是哟。可是可以不能发射了吧？看好亮。那先留着，不要动。发射！先留着，不要动，先留着，先电话先留着。阿密斯岛，有人升，有人收到。这小船我中弹。太亮了，看不到了。很准，刚那把很准。
打低点，打低点。低点，低点，很准，很准。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归零吗？记得开爱啊，记得开爱。小陈，那边状况怎么样？凡客，我们这边没正常。怎么样？再说一次。我们这边目前正常。Okay, 然后可能有敌方从山的后面绕过来。收到。有两名阵亡，有两名阵亡。收到，阿密斯跟空空倒地。我现在不能叫，我们被压制了。收到，我跟那个我们在山上压制你，压制敌人中。我醒了，我现在在帮自己包扎。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下山了，走。不是下山，我们换到后面去，我们换远处，我们换远处。凡客，我们这边三名队员倒地哦。收到，收到 ，Rock 倒地。快点走走走。你们自己先找掩护，我们会真的支援你们。了解了解，然后 N 方位好像有敌兵往我们这边射击。知道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在处理他们中。404, Marshall Mom 27023, Angels 8, button 15, push on 22, number 331, over 301. Okay, okay.不要打信号弹吗？刚刚照明弹是你打的吗？不要打照明弹，不要打照明弹会暴露友军位置。照明弹，哎，不要打那个榴弹照明弹，不要打，就敷那个，对，那应该是别的。Bombs in two, bombs in two. Fight the one.哦，四弹，对不起。Five, get her off. Three, five, and three, seven, and shift.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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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听我，看一下这是小陈呼叫凡客，收到。收到，很清楚，怎么样？你们那边状况怎么样？我们这边我们压制了远处的敌军，应该是没事了，应该暂时清空了，暂时。我这边是我跟阿密斯，然后位于 N 方位道路口那边有灯的城镇，好像有一个小队正往我们这边压制。有，我看到他们了，确认了，一整个小队，我看到 VIP 了。这里，我标记中，我标记了。那里。在那里的屋顶，站在屋顶。站，我现在标记那边的屋顶。我靠，看到了，距离。343，我用榴弹轰应该轰得到。试试看。可以，我最远距离350，轰得到。OK。等这有高低差，你这要自己调一下。没有，我帮你修正，你打的。Tactical Squad 0244 in sequence。我醒了，我醒了。太高，再下来一点点，下来大约50公尺左右。Angels 8, expect approach time 32, approach button 15. 404, Marshall Moms 1703, Angels 8, button 15. 打哪？我可以开火吗？偏了。先不要开火，先让榴弹打就好了。偏很重，可是偏就往左边打就好了，偏左边这样就可以了。同个点，往左边修正大约20公尺。打得很准，很接近了。我明明几乎命中了，打在他们外面道路了。小陈，你们先 hold 住，我们用榴弹在攻击中。很接近了。偏右还是偏右？你要几发？我多的嘞，OK。你有什么弹种？
你只有 HEDP 吗？我都是 HEDP 啊。OK OK。那个小陈晕倒了，去救援他一下。很接近，就打到外面路上而已。打到外面路上。还是要打到一条路上，你再往低再低一点，再低大概五公尺就好了，很少，就是一点点，几乎命中，他还是打在外面墙上，打在外面路上。哦，命中，命中，命中，漂亮，命中！再来那个，对那个艾尔光那边，那边艾尔光那边，漂亮哦！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这法兰克，我们确认我们集中击毁人，击杀那个 VIP。很接近啊，很接近啊。近啊，再低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他们两个都在屋顶。没有 miss， 一样可以，再修正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对。哦，命中，漂亮，两个全倒，击杀确认。OK， 我们那个，你们先留在这里，我先去找一下。Rock， 那个小陈状况怎么样 ？Rock 刚起来。Rock 刚起来，小陈。现在我跟空空 Rock 在洗。我跟我去叫小陈。下面有敌兵在接近中哦。小陈，表示他悲剧。在村子里，在村子里。刚刚有个人影闪过去，法兰克，山上的敌军还需要解决吗？山上的应该没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远处有人就直接射击，小陈挂了 ，OK，、那个指挥权归我，归回了，交回我身上。法兰克前面好像有人哦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看到，我要过去找他。喂，重伤哦！听到 Rush 跟法兰克说的，这是法兰克说的。不能放，放狗。这法兰克收到。我们要带两名那个后备兵过。收到。凡哥，我是谁？给我小队频道。67，更正45，更正45。小队频道45通讯，我是雷将。这是凡哥收到。注意射击目标，我们只射击那个，射击不射击，我们射击那个，射击没有艾雅的。来，那个我们目标点外面集合，在 BMP 厂旁边集合。干谁？吓死我！真超贱的！要开枪啊！干！小亮卡Tank， 你们继续在那山上那里顾着。哦，所以我不要下去。OK。你们不用下去，你们在上面继续哦，远程支援。Baron， bombs in two， bombs in two。Like a what？ 然后我已经在里面。
来，那个文件站在我们要炸开一条路，我们要炸开一条路进去。哦，不走，我们不走门，我们要炸一条路进去。哦、okay ，跟我来。下雨了。有没有 C two？ 我有 C four。嗯。那我要炸这个门。谁倒了？谁倒了？ Three Bravo at 190。强哥也倒。谁倒了？谁倒了？我炸看，我从上面下来。谁倒？来后退后退哦！我要怎么炸门呢？怎么炸还是？炸开之后，炸开之后从这里进去。炸开之后，阿密斯你带头 ，Rock 后面，还有谁啊？就总三个吗？还有空，直接冲进去啊？没有，我炸开之后冲进去，好吗？小男就死亡了。阿密斯挂了。啊？来那个，好吗 ？Ready？ Fire in the hole! Fire in the hole! Fire in the hole!Fire it now!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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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干没哦，有人进去有破。倒了，跟我倒了，跟我倒了，把阿米斯倒了。没错，空空是倒了，空空跟阿密斯都倒了。靠哟，那怎么直接死了？这栋安全，屋顶安全。确认一下情报在哪边。Rock，你掩护让 Rock 你救了，然后那个谁啊，卡森掩护一下。反正掩护那个空空，掩护那个 Rock 治疗。我要开始走，我要找那个情报。看看结果下来，看看情报在哪边。坦克，我是小陈。收到。有什么时候怎么样？他倒了，当那个敌人没死，发现他。OK。我没看到那个情报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一下。哦，确认我找到情报了，在屋顶看。取得文件了 ，OK， 我们准备撤离了。OK， 返回 LZ， 那个上面救之后，我们等返回 LZ。我知道那个山上的两位，山上的人先返回 LZ 点，先返回 LZ 附近的高处找高处先救定位，帮我们支援。怎么也是死的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就是我被击飞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你被那个晕倒没有死的敌人杀掉了。你这个垃圾！哎，看我被打到了。啊？你被打到？准备撤离这里啊！准备撤离。Rocker，Rocker。
空空还没叫。空空是空在哪里？空空死，空空死掉了。我不要不要对，没有对互动，我没有对，没有对用，没有用那个互动键，他已经死了。走吧，在撤离了。撤离这里，走走走。都伤兵都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走走走，我们撤离，这里走走走，过来。reload， 地面小组，你们的 N 单方向山坡上面有一排敌军过来。收到，掩护我们撤离，我们要逃命中。我们已经取得重要文件了，我们就要逃离了。快！凡客，那谁倒在哪？那是空空，他已经死掉了，不要理他了。记得开启你枪上，哎呀，这样才不会那个被铁军误。白天的。哦，好，白天的，收到了。拔掉夜视镜，可以拔掉夜视镜啊。奇怪，我不是设定。时间是晚上七点半，为什么这么快就变白天了？没有，那个时间不知道怎么是快转的。真的耶？他刚刚快转了，我刚开地图，看到时间快转了，可能被弱取了。User joined your team。弱取，弱取，出发，不要说话，请回答。我们前面这里设计 LD 就好，前面这里就好了。若取若取，这法兰克说请回答。若取若取，这是法兰克说到请回答。Hey, Tom, they match the pointer and the fertilizer. 干他 disc game 加任务。干我们有人有带炸药吗？我刚唯一的炸药用掉了。那我们没有炸药啊。我用掉唯一的炸药了。油弹也快打完了，剩六颗。卡曼器耶，摧毁那个敌人卡曼器。干我们弹药不足，我们需要返回。不用吧，卡曼器哦，我有那个火箭。没有，我们弹药。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弹药足够应付吗？应付下一个点吗？那谁下面？直升机可以啦，可是雷达站不可能，没有炸药啊。他要就是把空投物资丢过来啊。没有，现在走个任务啊，就是没有炸药。现在是没有那个雷达站是摧毁的。哎靠！有雷达站，我们没有炸药。对，我没有炸药啊。哦，有雷达站呢。对啊。我是给炮手11。空五八。先散开吧。就算开心，这附近自己找掩护。我在这里，你们自己上开，再找个那个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自己找一下掩护。我去尿尿一下。收到你。我们有机枪手吗？
雷阿密斯，你们先往那个，先往下个点靠近，用步行的。啊，你们自己找个距离点。好，雷杰，雷跟阿密斯去。干作曲有回我什么吗？因为我刚跑去上厕所。他说，他是打这个 AD 啊，他是打这个 AD。我怎么看的？作曲作曲。你要载我们回去还是给我们弹药？随便你吗？你有带弹药过来吗？没有。那你回去带弹药过来好了，带那个炸药箱过来。哎，你要把整个军火库运过来，哎，我也很高兴。因为我们什么好像神力都有点缺。怎么样，作曲？我先把空空放下。好的。你们人在哪？等一下。我用红色用标记了。看到了，哪个？哪个？我不知道他。在机上吗？哦，我是要吐血的。等下，我叫出去，等下大家带上带回来。哎，就在这里吗？自己看地图，我在离你们就约八百公尺远的地方。上个命令，再说一次。步行前优先前往去目标点区域勘察。对，一样照常。收到，那我不会喝。收到，你可以自行前往。你跟阿密斯，你们阿密斯跟你自行前往那个你们要去的点。好，解锁。OK， 注意小心一点，你们这样是分散行动的。了解。那其他人跟我在原地等待那个军火库送达，弹药送达。反正我们下面有一只 AI 啊，射死他。你有说那个电脑自己人？那我不知道哪个，说不定那就不要等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为什么有一个人离我们距离很远？那是雷，那是雷。现在我们在等弹药了，先在树里面找掩护吧。树里面找掩护，不要站在路旁边。OK。我断了。为什么不要站在路旁边？什么断的？凡客，我那个一下。OK， 我刚才那个了一下。对，我看到你。小心啊，有兵哦。什么兵？那是小陈，那小陈。Rock 你没装瞄具哦。那时候太暗了啊，所以拿掉啊。哦，你现在拿，现在天亮了，你可以拿出来了。可是我都在地上。美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丢地上。你有多的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我上面这个人。好吧。来进入树丛，小陈在当哨兵，然后他在看着雷，顾着雷，然后那个阿美斯前往那里，我们其他人在这里原地等弹药箱，等弹药箱过来。侦察组就定位之后，在地图上标记你们位置。因为我们现在晚上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枪上，哎呀。来那个敌我辨别了，所以你要自己那个，他自己看那个制服。
speed up to left CFT though. Negative, CFTs are balanced. Did you do all the math already in terms of what you got versus what it's showing?哎，等下不要这样，这个草丛这边有地雷哦。You, 不要进我这个草丛，这有地雷。哎，你不说他要带炸药过来，他要带炸药过来。注意，你不说他要带炸药过来，所以我们更正，我们等下就是等下交给女仆炸，然后我们就主攻就对了，清空那个区域，收到吗 ？Hello。Oh, OK， 注意那个女仆刚传简讯给我说，那个她传 LINE， 用手机在讯号。她说这那时候传 LINE 说那个她带炸药过来，所以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不会等到弹药库，我们只会等小那个女仆过来就好了。可以下肚子吗？不要了，不要开枪，不要浪费弹药。就是刚吃饱，干。404 Marshall 17023 Angels 8 expect approach time 32 approach button 15 404 Marshall Moms 17023 Angels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 331 open the 301 I'm the Reaper 22 currently 3 Bravo at 190Five, go for a boss. 3-5 about 3-7 in formation, 2 ship, instantaneous, 5 request flood watching. What's the same? What's the same? 这一次把你不收到。我们货物带来。收到。你们带来的货物。法兰克，听得到吗？有收到。你的山坡上有发现两名敌兵。太远了，不会造成危险，不要紧。了解。需要接受吗？否定，都不需要接受，你可以撤离。了解。来，那个需要炸药的拿一下。要炸药的。OK。没有，我自己带两颗炸药，用来炸门，等下用来开门。像刚刚那样超帅的，刚那样开门炸门，继续这样超帅的。你炸门？啊？你就怎么炸门？没有了，刚用那个炸药炸开一个门，把墙壁炸开一个洞，然后冲进去这样。超帅的。哎，我们要走的，我们步行的，距离目标还有二点多公里。我靠，一点多公里耶！欸，有敌军，我看地图看到有敌军在那个我们的 NW 放在身上，我看一下。人阵亡吗？
不是 W， 为什么空空的衣服是全部脱掉？那是他这个关机。哦，我看到，我好像也看到敌人了，不确定，没关系，我们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带两个机的，有瞄具的，要需要瞄具的，给他正线 A。方位310，方位310，两颗石头空间，可以，空间，可以攻击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他们没有发现我们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急，先出发吗？走，我们出，走，我们出发了。现电频率多少？45，长城41，没有长，对，长城41，小陈跟上了，哦，出发了。长城 C2 41，这是烂炮兵无线电测试。收到蓝炮兵。是啊。还没一起收到，有点远，不过我们还收到。了解。是不是要晚上了？好像现在6:20，早上还是晚上我不确定。理论上应该是早上，应该早上6:20。确定我们不需要接手？不用了，我们用走的，没关系。我会问一下，我们前方很远的地方有敌人，有人戳我，等一下。注意哦，任务目标我们还是要炸掉直升机，只是它变成，它从卡文机变成阿帕奇了，那是李倩蓉开的那台。那个，那两只不用，那太远了，646不成威胁，走吧，除非他们对不开火，我们才攻击，走吧。来看阿米斯，你们俩就定位了吗 ？Baron， bombs in two， bombs in two。Michael Watts， 这是阿米斯，我已经就定位了。我是这样接近 waypoint 零一站。收到。啊，忘记带散弹枪，这没差，我是大 OK。你是蓝炮兵。先我看一下我们从哪边走进去。我们从。我可能要从雷的那个位置靠近会比较方便，可是那里又很陡。我从这边，我们从这里，那很陡啊，可能下山之后会很陡。距离有点足。谁在后面？还有两个人绕在后面。我没有说后面啦、啊，那山树林那边还有人。你们先走，继续直走，这方向直走。空空跟卡登。等他们。我看到票了，那我就走。404 Marshall 170 23 Angels 8 Okay， 在等他们，我们先，先我们先走，我们先，那我们在等他们。走啊，直接跟我走，除了绕口之外。刚刚我们达成一次漂亮的同时攻击，就是那个一台 BMP 停在路中间，然后那个 tank 先用 N203 那个 HEDP 的直接。到达威凤零一正在进行区域观察中，目前有发现到敌方雷达塔是一座圆形，大约高约是2层楼到3层楼之间左右，位于城镇中间。收到。这时候，那个 HDP 直接命中，直接命中那个 BMP， 超帅的！命中 BMP 之后，那个在那个 AT4 再直接命中，然后他瞬间烧起来。HDP 的话，没多少。就是前正面跟背面的话，应该一发或2发都 OK。那时候他 BMP 是打中他尾部，打到屁股。打中炮算是炮打尾很有效，就打中后他打他 BTR 不是有轮子吗？他一炮几乎可以解决两个轮子吧？哎，他是那是 BMP， 我们看是 BMP， 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他直接命中之后，这个 AT4 打过去，哇！那时候第一发 HEDP 打中的时候，那时候，等一下我小声点，第一发 HEDP 打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成员就开始跳车，
坦克昨天，坦克人在上面，应该 HEDP 打到他的那个就死了。结果坦克要练技能了，他昨天那个，他昨天没打中，今天血。哎、欸，真的是，跟你讲 ，H 那个坦克你可以跟女仆学学，真的。那天女仆论演的03真的是很准，超准。叫打我叫打哪个窗口？我一定要测距离，我才有办法打。我不太会抓这个距离。那些你不是因为打很近？那个 Tank 教你一招，我通常都把预设标尺为100公尺，因为100公尺是预设。我知道，我预设也100。啊，然后之后就真的凭感觉了，我觉得。那些你不是真的蛮准，可是。然后先测距离，再开始慢慢调。记走。其实几次的话就先射，然后边射边调。你不对，很准，真的很准。那时候可是那是因为距离很近，距离大概也是100公尺。那时候可是那时候真的是我叫你打哪个窗户就打进去，再打窗，哎，左边窗户有人，那就射进那个窗户了，超屌。来，我们靠近你的位置哦。最近窗户我有打过了。只是我很想直接把整个，就是用榴弹把墙壁砸掉。系统还没做出来吧？没有，好像是要三发，反正要好几发才会毁掉。就他承受的伤害值有限。优化算不错，不错了。也不是，而且再不是这台要求也没有很高。就我发现320跟203的差别在于一个标尺只能到250，然后另外一个标尺到300。马克，我知道。哎，谁讲话？不止。龙上密室目标物正下方有一座金库房，里面有阿帕疑似阿帕奇战斗机啊。收到我们的任务，我们要摧毁那个雷达那个雷达塔之外，还要打中那个，还要摧毁那个阿帕奇，那是底线有没打？我们要毁尸灭迹。超收。都取320啊，我之前拿过一次，拿20走，继续走，鬼都拿不到，继续走，不要停，快挂，那个都取要说谁？我不知道，坦克好累哦，谁背太重？我们等一下到达前面那个休息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你跟我来，走三下，走三下，不要走到领先上面。Bombs and two, bombs and two. Like a one. 可是现在就往上再多两个标尺射一下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我上次从山上射，就直接打在那个人身上。刚刚 Tank 也是努力的打很多那个榴弹，然后最后终于修正，就很多次修正，就集中那个 VIP。不想啊！哎，打中 VIP。哎，直接打中 VIP。应该说他打到旁边屋顶地面，打到地面了，然后击杀他。是要救的人还是要杀的人？要杀的人，那就还好。每次讲到 VIP， 就让讲我们每次人质救援任务有80%以上的几率会把人质杀掉。讲错了，应该是 HVT 了 ，HVT 高价值目标，不要走在领先上面，走在领先后面。准备进入敌区。破门兵还蛮好玩的。哦，这边有卡粉。低点，下去。传送，前面有一个拿 Ender 四九 AI。我是个 Pulse One One。你觉得是 AI？ 这好像是那个友军的 AI。这边会不会滚下去、啊？不会的。我是个 Pulse One One。11 is descent clock 1516. Also 11 AFM. 突然天亮了。现在时间是早上，应该早上大概6:25。中原标准时间早上6:28。50秒。12秒。Marshall Bombs 170.23 Angels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.请收听137730电台。这一上那时我目视敌军的一辆装甲车在城镇内行驶。收到，他在主要道路上面吗？没错，凡客在我们的港币问方向哦。他的型号是 BMP。收到 BMP。
你过你的内线吗？坦克，我的能不能啊？我没有内线吗？再说一次。我刚刚看见你的内线麦亮了一下。OK， 累了先休息了。要怎么删掉内线麦？好像是去设定那边吧。我之后再调。来，那个大家先在山谷里就定位，我们等一下要攻进去。不二班是正目前位于 HDP 点 US。我这边听到枪声是什么东西？有人开枪吗？我在收到射击，我这边收到射击，我这边叫我在 HDP 点收到敌方火力射击。收到，你先躲起来，先躲。我的那个 PAD 上面更新了各种敌人位置。那个谁有那个 AT 啊 ？AT 在谁手上？谁手上有 AT？ 有人听到吗？谁的手上有 AT？ 我没有。凡客位于 W 方位的山坡上那一台直升机残骸是我们的目标点啊。对，那是我们目标点没错。真的吗？你现在有新的目标点，一样是炸直升机，只是阿帕奇在那附近，我们要找一下。我们这边这一区，我们小队的人都没有。我是叫你回报刚才目标状况，目标区域附近有发现一台 BMP， 一台 BTR 八，不是 BTR。太火了 ！BTR 601台，然后敌方两小队，另外中央有一挺重机枪。收到，超速。我们小队里面没有任何有反装甲兵。What the fuck？ 高空岛这边有人，他被开发。有那个他在射，是那个友军 AI， 那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收到。我们没有人有反装甲能力吗 ？No， 我们这一区都没有 AT。刚刚进入库没有拿 AT， 超屌的，是卡车啊，卡车，啊，背后有一管 AT 呀、啊，我刚回来 ，AT 快点拿出来，那个 BMP 在附近，边，对，他们是空空哦。凡哥，女仆报告，那个 WN 方向又出现一台 BTR， 我看到，往 A 方向移动，看到他在高速行驶，那从过来了。Data Tactical Squad 0244 in sequence。凡哥，BMP 被摧毁了吗？来，跟我来，下山，快点，我们下山。有人击毁那台 BMP 了吗？有。是谁机会了？确认一下。那东西叫宙斯。他遭天谴了。看我带了一台望远镜。建议小队散开哦，不然待会会死很惨。这上面是我现在目视到 BTR 往你们的位置。哦，看到他前面啊！哦，是。谁？蓝炮兵没中啊？没中。射击轮胎。这边都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对啊，你们现在也让我讲话了。有啊，有。空空，你刚刚是不是都累个、啊？
不是他累，他挂了。我刚是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AI 啊，没戏，没戏啊。没有，我就说，因为我对准那边，他上面写空空啊，然后他在累。是没错啊，我刚好像打到台 BNP， 好吧，还有 BPR 在边。BNP 啊，人家 BNP 有被打爆。因为我看他拿机场那边凌波漫步，然后就 BNP 就爆。哇，还延迟，打到他就要开炮打我，那第一炮没打到我，超帅，他直接打我们消息。我要重新整装。对，记得带 AT， 这记得带都要带 AT。就像哦，可是因为大家都怕那个重量超重，所以几乎都没人带。但是问那个谁，问罗许可不可以装 Jeff Lee， 然后有啊，我觉得应该 不是 Jeff Lee 吗？箱子里面有啊。哎，有吗？我刚有看到啊，有 Jeff Lee 啊。哎，想要用 Jeff Lee 看看。Jeff Lee 很重，而且弹药好像只能装两发，再加炮管那一发。嗯。而且，就算有自动瞄准，我也不确定我打的中不中。你要最好是用直接直射比较，因为那个它那个顶开关模式的时候，那个它会飞，有时候飞上天空，然后就直接不见了。应该是没瞄好吧？还是因为对方在跑？没有，是锁定，已经锁定了，然后对方停着了，然后就，然后就往上飞，一直飞，飞到宇宙外面去了。嗯，可能距离有问题，之后再测试看看。我最近有找到近战模组，哎，就是可以把人家勒死，或是踢他，跟或是punch拳击他，可以跟人家近战近距离打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可以用枪敲人。哦，枪敲人 AC 之前阿玛兔的 AC 有。对对对，他就好像同一个动作，然后超过来了，然后不过。对，可是听说他可以跟 CBA 联动，就是从 config 从那个。按键设定那边调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调出来。然后它的默认键是 T Shift 加 T 跟 Control 加 T。哦，我在25秒就要重生。我在20秒。OK。因为我比你早死。再加油！我这次带散弹枪。听起来 BDR 爆了。BDR 爆了。听起来是这样。不是听说今天要跟蓝雀一起玩吗？没有了，因为下一轮亏钱了呗。你扑，你不要带火箭干。哎。好没？整好了没？好了没？还没。这你不知道可。等了，等钱回来了。Sorry， 不好意思。快12点了。User left your channel。还不打了，被倒地，被杀了不打了。那个 Jeff Pay 到底要怎么念了、啊？
白，什么称呼啊？小白，小白，他就是小白。他是之前那个我们还没开始玩阿玛森那时候哦，那时候我们在到处随便找游戏玩这样，那时候找到一个有一个叫骑士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。哦，你们看地图，你们看地图，那 HDP 那里雷被那个一堆人淹过去对我们开枪。现在呢？现在等那个等死掉人回来啊！雷倒了，要看到雷被人家淹过去，哦，太好笑了，不太好笑了，那个太惨了，太好笑了，你好过分。没有，我看到大概五六个点在他那个在那个地图上他的位置这样。哦，这次不当炸药兵，我当那个破门手。啊。刚超帅，刚一攻上的点，我们用那个炸药没有装在门墙壁上面，然后把那个墙壁炸开，然后直接攻进去，超帅的。可是那个要离远一点哦。对，我们离很远，我们离转角，我们在转角，然后啪炸开之后，我们就攻进去了。哦，那很帅啊，很帅。那个未来，我的枪，我等一下哦。未来的那个 ACE 可以用过刀当破门炸药。是哦。这么凶，我看过我上次贴的那个 SE 更新的影片吗？我没看，这个就是了。是哦，我改天有找时间来去看一下。就是可以，好像也可以用那个什么内视镜，先观看门内是什么东西，仿照那个 SWAT Four 的那个。这么复杂？嗯，这么复杂、哦？是不是就是那个门内视镜？我知道、就是、这么复杂，做这么细哦。之前的 NCC 内建的，然后因为它跟 AGN 不相容，所以你把 AGN 删掉之后，你会在 NCC 发现这两个东西。是哦，那现在是改成相容就对了。对，因为 AGN 跑去跟 NCC 一起做啦。哦，盖州许失去连线了，代表我们要断线了吗？所以说，我们自己登 NCC， 我们自己瞬，我自己瞬移过去了。可以哦。OK， 我要把我们瞬移过去了。那看看谁？还有谁啊？是谁？那是卡森，卡森，赶快整装。不要整啊！不要整，那我们要直接传送了。来，靠近我，靠近我。超时空跳跃，其他人都活着。其他我不知道。我们先移动到那位置好了。三二一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是用传送功能。你们哎、欸，我没有传送的，还有谁 ？Rock 还在家里？等一下，我传一下 Rock 在家里。Rock 来了，我这边中弹，我需要紧急治疗。收到，过来支援你们了，过来支援你们了。雷他要昏倒，雷他要昏倒。我刚看到雷的那个位置上有五六个点，五六个红点在那位置。来，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。Rock 跟我 ，Rock 跟我来。Rock 啊，雷挂了，雷挂了。就阿米斯真的一直很安全。
快推进推进。反看你们推进，我在这边做长城火力压制。好、OK。你帮我们盯着刚雷倒地那位置，那应该还有人。你帮我们盯着那边。有，刚刚那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他昏倒了。收到。这里是阿密斯，我现在目视两辆 BTR 在城镇内，还有一辆军卡。收到。BTR。我今天要血池。干，给你，我等下给你50公尺打。我要从烂炮兵开始晋级。我之前可以用火箭筒打到300公尺的东西。晋级的炮兵，晋级的炮兵，很好笑啊！我觉得蛮好玩。下次代号叫晋级的炮兵，太长了。凡客有试过三枚火箭筒齐射吗？没有，很少这种情况。所以说下次做突袭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遇到一台 T90之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下次可以突袭的时候先射。阿巴西的附近，先往上上。做移动了，收到。是有人在对我们做压制射击，是不是？感觉像是呢。有子弹打在我后面呢。哦，对，子弹打到我这边。有狙击手，狙击手。哦，房客移动。注意哦，射我，射我。两辆军卡保持移动，保持移动，附近的山区移动当中。收到。因为我们现在被狙击手射击，应该在 WN 方向的山上，麻烦搜索一下。有，我现在正在高位狙击狙击，明白。看，这都是我们的尸体，妈的！我看到了，需要我用火力加。方位290，方位290，方位290山上狙击手2名。哦 ，shit， 增加3名步兵。所以有很多步兵在往山下移动。收到，我知道眼睛后面。我靠，1500哎！看到一大群，妈的，我看到一大群了。在哪里、啊？在那我瞄我瞄那方向。鸡巴，1000公尺很近。哇，超多的。Oh、我收到，我收到。哎，不要爆炸！我听到，我听到。在旁边。好，他给我趴下，哦、结果。哎，炮我进口。我、靠！烧他！看这么近哦！炮我进攻！机长，进攻！敌兵！不要 OK， 可以哦。敌人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 ？W 方向。W 方向山头，方位317。现在对我们说317，山头那边。317。317。跟我射别的方向就对了。我用一光。317很接近山头了。方位这距离超过都500-600了吧？大概500左右，500到600左右。命中。哎呀！距离我看一下，距离614。那里是还有三只，啊不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只，7只，有7只还在那里趴着，那里各自。嗯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呵呵。其实 A10 攻击。你把视距调高啊，孩子。视距已经1200了呢。不用。哦，有辆军卡靠我们超近，干太多，太多敌军了，太多敌军了。290。哎，军卡在哪？290，方位290。坦克左边，从左边才看得到。哎、欸，太近了！
叫军卡声音。右前方中，啊，我受伤了。招掩护，招掩护。干，军官在旁边了。loading， 继续射击，继续射击 ，reload， 不要丢手弹，不要丢爆裂物，太近了。我们接过，接过，接过。哦，坦克小心啊！哦，是。我需要医疗，我需要医疗。挂，我帮你，帮你。打中人，我打中人了。太多人了啦！太多人了啦！这条人再去靠近我们，注意哦！还有一梯吗？还有一梯吗？我靠！倒他们两个，倒他们两个倒了！啊！我要拿 Rock 的那个，我要拿 Rock 的 AT。哎 ，Rock 没有 AT 的。不用，另外一台来了。我没有 AT 了，我没有 AT 了。哦，是 BT， 是 BT 啊，是 BT 啊。我没有 AT 了，我没有 AT 了，这都用过了。Rock 身上有 AT， 我先帮 Rock 这样干，上帝保佑我们。我先治疗 Rock 他有那个叫降量啊，哎，算了，随便了。又有人起来，压出来了。啊，祝我们好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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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线，我们治疗到合中。哎哥，我 Rock 插肾上腺素中。哎、欸，醒来了，再醒来了。你干你娘啊！安卓区立行。哎、欸，法兰克。哎、欸。请收回你觉得我是烂炮兵那句话。第一台是我打爆的。那么近，妈的！哎、欸，这么近，再不射击，他就冲过来撞我们了。不是这么近，打到飞，理所当然了、啊。干，好，下次给我一个450的，我打中给你看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啊 ，Rock 又醒来了。然后我们被压制，刚刚那台 BTR 有一个冲过来，我在朝他轮子扫射，没，我应该先把 Tank 的枪榴弹拿走。来不及了。没关系了 ，Rock 倒了。Rock 死掉了，敬礼。Rock 死掉了，敬礼。感谢我吧，我婚前知道坦克了。有我知道，我看到我录到了，超屌。Rock 你怎么了吗？你把坦克打掉了？他打掉了，他把 BTR 打坏了。就刚刚冲过来那个，哎，就那台，他冲上坡，然后那个 Rock 刚好醒来，你知道，他赶快拿 AT 直接瞄准，啪，直接打过去。捡精华，快点！一定的啦，一定的。可是捡精华要等一段时间。
但我记得 Rock 被剪进我印象中最好就是那个之前玩 No More Running Hell， 看玩什么的影片 ？No More Running Hell 就是只听一个免费游戏打僵尸的，打僵尸，然后那边僵尸很强，就是他一般僵尸，可重点是你被僵尸咬到就真的感染，然后你还会喷，还会像阿玛一样会流血，然后包扎，然后你还要你被感染后你要赶快吃药，可是吃药只能暂时挡住而已，就你最终还是会变僵尸这样。然后主要是肉搏了，然后僵尸都走了，可是都很好玩，对，我要重生了。我也是。我们三个一起被打死了，所以一起重生了。我现在帮你们做掩护设计耶，奋战耶，拜托。太难了，太难了啦，放太多人了啦，那谁？我决定我不再炸药，我改带那个。这谁呀、啊？我被 Rush 丢进 Kill 这种，而且这人也太多了吧，也太多吧，一整个装甲团呢、欸。我没增加敌军，我们 Rush， 你知道我打了我们刷到几台装甲车吗？四台。BTR 来了四台啊 ，BTR 有 BTR 就四台了，然后 BMP 两台，然后两台军卡，然后人至少有两个排，两个排就是几乎一个连了，你知道？你知道一个连多少人吗？一百多个人，一个连是超过一百个人，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可是跟你讲，真的很多人，你放太多了，我们才几个人。哦，我没放哦，我在放你们旁边看你们被捏。你做这个边，你做这 SE， 你放几个人啊？到底放几个人？你是做几个人？几个人生成啊？一个人在玩的。几个人规模？一个人在玩的。那、啊、难度嘞？困难。靠背啊，难怪。困难只是调它的准度那些吧。妈，你知道我被几百公尺的人打吗？我被六百公尺的人一枪打中了，哎，他直接打到我前面了。之前你们都在按困难，也没这样子了。重点是人数太扯了，这人数太扯了。你看，我们一个任务点竟然有四台 BTR 加两台 BMP， 然后还有增援车队，增援车队这可以理解。重点是装甲数量太多了吧？我设定那个我开的那个阿玛。显示 yes 的时候，阿门显示 yes 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那么多啊，他最多就一台两台。刚刚那个任务我就写一台，我就写 yes 啊，他也只给我一台而已。那我帮我下去打吧。哦。妈了，带这管了，干。我复活了，敬礼，知道对 Rock 敬礼，真的要对 Rock 敬礼，没人对我敬礼，哎，蹲马桶，我想问一下哈、啊，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任务是 change 的，就是那个壕沟啊？Hold the line, repeat, hold the line. 靠北，我带这种不行。然后所有人就站一排，有没有？哎，凡哥，嗯，干嘛？我尸体附近有起码有八人小队哦。现在我考虑我们要怎么打。开始有点懒了，毕竟明天现在是还有在前面，小陈还被丢在前面呢。小陈，阿密斯死了，阿密斯他死了，剩小陈一个在前面，可怜。我刚掩护小陈撤退，结果被追杀。杀太多，我借你们一人一管火箭炮也好了。嗯。小陈，去打火箭炮。用 GG。小陈加油！现在只是天智你在前线喽，我们都在家里了。嗯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啊，对了。要瞬移到哪里啊？瞬移到那个战斗机旁边，还有雷达旁边。那是被禁止的。那我们瞬移到那个地图上面那机场好了。哦，好、啊。干，你来乱了。太远了吧！
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去小城的位置。小城现在被追杀，我知道他被追杀。OK， 我们去小城那边好了，去他更上面一点的山了。那个啦，2431啦，2431那个点在高地。你不会真的挂在星星哦？好像有吧，不然我为什么按要的加 T 可以传过去？那不是星星的功能？是吗？女仆、卡森、Rock、我、Tank、房客、雷嘛，对不对？喂，除了小陈以外都在这里。没关系、okay. ，我待会再自己传过去好了。你 S 加机不是只能用啊？这边是有用 NCC 啊，可是上面写 A 三。快跑！看小人在前面救人，前面救人。反正老弟，像凡客人那么多哎、欸。你们好样的，跟这种大部队对干！我倒了，我倒了。有知道，你不要挂没救。我需要的掩护，搞我先，部长。掩护我去救的。我先传错点了，六。45完传错点了、哦、小城在前面啊，小城在我们右后方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哦天哪、他在我们东北方欸，45啦哦，他在我们东北方传了至少200公尺远，卡森倒地，卡森倒地，注意卡森倒地，阿茂不用，你们山下好冷哦。收到。Dragon is getting back to you。我击倒一名，击倒一名。在我们 N 方向，在 N 方向山谷下面，注意哦。队友还有很多人哦。看到了。注意，他们这是条困难的，我没法跟他们火拼。肉局都他妈太强，跟你讲，我才刚肉图投过一点点，我就被中投了。干，我是一百发而已啊。看700公尺出那边，对不自己。若许，我等一下我晚点，我丢录影存证，我看一下上一个任务跟这个任务的 AI 我们准度差别，可以知道你这个丢的实在太扯了。我现在只要起来，我就被爆头了。我现在只要起来，我就被爆头了。我现在刚移动，我被打到肩膀。这个准度太扯了。你不要在我旁边看，我起来，我狙击手一直找不到他、欸。有，我找不是狙击手，是他们每个步兵都跟狙击手一样准。妈的，他们可以700公尺打头。我刚拉到1000公里，对不对？1000公尺啊，跟他们打，我才没有受伤。我靠！我再次打出来。不通上是不是？哦，是有空弹。好，一条兵。我是 UV。倒了，是。
那后面还在这。没了。哦，算了。啊，下山，他下山逃命中。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哎，退回山下，退回山下，退回林后面。击倒一名，击倒一名。跟踪三名。击倒两名，两名。没关系，不用跟我们讲，就打就得了。我抓狙击手了。OK， 注意。注意，恩义方向有敌人。恩义方向收到。他们对你们那边开火。坦克，我剩三个 round。收到，收到。很准，那把很准。小心哦，有一台 PAD 显示，这有一台，有一部分往我们靠近喽。你看有一个离你们很近哦，不到100公尺。收到，收到，我在看着他。有狙击掉，反个牛逼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看他对射击，我丢个手。他可能昏倒而已哦，你丢一个手弹看看。有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坦克，你们那边谁身上有 S4 的弹药？我没有，我们应该没有用，应该只有你 S4。Shit！ 啊，机长，我7个吧。就是往长城对射就对了，干！一公里超好玩，他们都打70分。哦，因为我射的早倒了，然后其他都不动。注意哦，我这附近好听到枪声了。我看到身上还有来自另一方。
好了，我们进攻了，准备进攻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用远程打掉够多人了，我们准备进攻了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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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边？剩不多了，剩不多了，我这里地图上看到的已经剩不多了，剩下三个人而已。来，跟我下去吧，跟我下去吧。来，我们往下，我们下去了，下去了。那我就是我来就。就这场直那个，你手在冲，没有把那个洛奇不是吉祥物。凡客，我在你们的恩义方位不要误解，你是吉祥物，不是手在臭美了看。嗯，你只是来我们刚好这是给这是靠传我们解决那个大只的部队，要不是你上一场你如果一开始跟我们来你就知道什么叫死很惨。哎、欸，至少我们击毁两台 BT 啊，我就觉得这四台我们击毁四台。机会四台 BTR 两台 BMP， 若来都是 T7 了，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哎，他们在逃命，哪里？山上。看到要射击吗？射到吗？太远了，600多公里。走走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在地图上一个叫阿米斯的点的附近。好重哎！收到。我这里有一个岩石。出发了，快点！除了那个高处压制的以外，其他出发了。快点，怎么走？那个昏倒的是拿机枪的，他们走过来很危险。啊，射中阿米斯。嗯？阿米斯？他们在车上，他在家里。他在家里怎样？开车。啊？开车，他开着一台 MRAP。那他射多少？不知道，他还有2公里多。快2公里，1.8。是你叫他开的还是他？我没叫他开，我这里呼不到他。先生，让我带炸药吗？我有带，你把他传过来就好了。反正等下用不到，你转完就直接那个任务成功不是吗？哇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12点多了，大家应该没有打。那个，我去埋放那个雷达站的炸药，我去埋放炸药。哦，服务前进，服务前进。不行。告诉我在哪？从机旁边射击。Smoke out。哦，我去掩护法兰克。我靠，重机枪还在。OK， OK， 一枪死了。兰克，注意一下，不要落单。我知道那个山上的人正在下来。你看到左边那个方位330山丘上有一个敌军。不行，我被树木挡住了。谁的麦？谁按的无线电？有带炸药吗？我有带、可是我只带，我只带一个而已。你不是要拿吗？女仆有吧？女仆你有炸药吗 ？No。
我刚刚说我换装了。那所以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是有战友。哦，前面前面前面。你不？什么事？没多一把。那个更正阿帕奇，我们等一下使用 AT 炸掉，然后我用炸药炸掉那个。在那个等一下站附近。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正在找中，应该在路旁边，路附近。我在这边，小心哦！我在这边哦。法兰克倒地了，掩护我，我去救他。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危险还没被清除。载具声音是我们的吗？应该是我。有谁可以在法兰克那边投个烟雾弹？我都没了。什么干？我在这边。命中。快快快去救凡哥！去进去。他飞进房子里面。阿密，其实你在开枪吗？是。阿密斯，注意你的 N 方位哦。啊，优先。不是，这样优先追回阿帕奇。好，进攻，翻。进攻。哦。Go hit。Rock 法兰克情况怎么样 ？OK 了 ，OK 了。我断气了。来，我安装炸药。这小神，我位于你们的正 N 方位的山坡上，请不要误击。收到。看子弹呢？有子弹打。要刚刚留弹超准。我只有一颗，我必须装在最。这样。看到一个，希望让我冒光。我放炸药了，掩护我。哎、欸，干我两颗。阿巴金已经炸掉了。太好了。这个炸不掉了。如果是炸的话，还有。我身上还有两颗，我身上总共两颗，所以。可能有机会。OK，charge set，charge set，get back，get back，get back。
退后50公尺外。等一下，先不要你飙，先不要你飙啊！我受伤。快点往恶意方向撤，往恶意方向撤，撤到房子后面去。那个，我现在人在炸药附近，然后在帮自己包扎，稍等一下。收到，放心，我是设定。啊，我是设定定时引爆啊！妈的，女仆 ，no！ 骗他。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这样对？开心屁！好了，骗你，这是手动引爆。不要吓我好吗？如果你设零秒引爆的话，应该大家就挂。早就挂了。你多好了没？零秒出手，多好了没？零秒引爆，听起来蛮。你多好了没啊？你不在那边，快点！啊，可以引爆，可以引爆。不行，这有点危险。我可以了。OK， 所以大家远离喽，我引爆喽，引爆，发人头 ，clear， 第二个，看起来效果不佳，发人头，倒了，够了 ，mission accomplished。散散枪可以拿来当枪手弹丸。哦，这么屌啊！小陈按 A 头加 T， 六局这个 NCC 还蛮好玩的。有小陈过来了 ，Surprise 吗？发哥是雷耶，那小陈呢？小陈在山上加啦。小陈在山上会不会倒了？这里了。来，都上车，来走了，准备任务结束了。还有枪声，没团斗的小支武器。没有，警告一下而已。小武器不用担心。我现在发现尸体不会删掉。看，哎，快点，不要玩了，上车。我知道这尸体都没删掉了，我刚刚去山上那边走，然后没删掉。我放，没环路，还有位置吗？雷拿什么？坐满了，我看。SR5。哎呀，刚刚。哎呀，坐满，走。是我。快点，按任务成功，快点。录取好像有人要坐这台车的。那个精细版你有听过吗？精细吗？不是，它就是不会，就是现在内装会变得比较漂亮。可是它上面不是一挺白狼，它是两挺 N249，还是两挺 N240。那个是严军在开的，真屌！而且它的车内有设，就是前左右后的车那个车记录器，那就是。就是那个雷达到这里，到雷达那种东西啊，靠边，我叫新的监视器。那个算一个行车记录，那个显示器啊，就是怕你撞的那一个。那个东西不是一直在开的。What the fuck？
八是不是的？不知道。你那地雷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不用，不是地雷，因为没有任何那个爆炸声。那个车子背叛我们，车子突然就消失了。啊，车子被删掉了，因为任务结束了。冲来。嗯，自己按任务成功了。先不要按呢，这跳车。反正就车子背叛我们，他打开车门把我们踢出去。女仆，你说的那个是？天哪！怎么了？哎，要继续？玩到了继续吗？没有吧？玩到了，没有人掉了，可以关，可以关了。还玩哦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要快一点嘞。我可以问一下 NCC 的任务有哪几种？我好像都玩过的。嗯，不知道，就什么杀 VIP 或者救 VIP， 或者是就拆东西、摧毁跟摧毁搜索歼搜索与歼灭，然后那个救援跟那个什么占领吗？有防御型的吗？防御没有。有埋，我记得有埋伏车队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占领并守住嘛，对不对？有有有，就是那个有车队，那个是自己用出来的。哦，敌人的 AI 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是不会使用房子的。房子他们不会躲在房子里面叫那个，要人家放进去，要用宙斯叫。你说什么任务？哪一种 ？No， 没有 SC 的，它可以设定就 AI 在那个房子里面。现在新的 AI 系统，他们巡逻路线如果有经过房子，他们进去房子里面。然后透视门，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就是他知道你在哪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今天那个洛铁，你跟我说有跟蓝雀他们联谊哦？预计原本是有。原本是有，原本呢又没了，原本要有的现在没有了。因为他跟我说，我相信我回家再告诉你，就那是七小时前或八小时前的事情。看来他到现在都还没回到家。我开始担心他是在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情。喂，不要这样讲了，不要这样诅咒别人。不是，因为他这样讲有点，因为他说他手机快没电了。那我先下了，应该没有打 GTA 5吧？我要加一。OK， 我这边有抢劫模式。